真是闲了没找事啊，你咋不挖个坑给自己埋了嘞？一想风其实就像一个梦，梦醒无影又无踪。没剧了，你们都飘了，双击也没了，评论也没有了，而且还掉粉，热门也上不了，你们属实是飘了。你我都这么拼了，就给个双击啊，再扣个六啊。你怎么拍的你？怎么拍的？给你加工资。老铁们，你们最近飘了，爱心也没有了，评论也没有了，都上不了门，也没有关注了。我在平安夜这里诅咒你们，老铁们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没毛病，给个双击。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？拽我一把，卡住了。你卡哪儿了？卡地里去了呗，我钻地里伸到卡里头了。哎呦我操，真能吹牛逼呢！你瞅瞅，卡哪儿了？你给我薅我一把，这他妈出来了。哎鸡巴！爷们，最近呢都说我不拼了，段子也上不了热门了。今天米俊给你带来这牌面行不行？够不够拼？官方能不能给个热门？哎，别动，别动了。你们都说我拍段子不够拼，没评论，没双击，没关注，这回够拼了吧？你怎么拍的？老铁们，上期那个还不够拼，这个够拼了吧？你们双击加关注，评论666给我，评论666起来，绝对没有毛病。喂，怎么拍的你？回来咯，给你加工资。老铁们，你们都说我拍的作品不够拼啊，官方大人也不给火力了。我现在就拍一个拼的给你们看啊，我把自己埋在地下啊，只要你们给一个双击加关注，20要去发大财啊，谢谢你们。喂，你怎么拍的？回来咯，继续。老铁们，最近你们都说我拍的作品不够拼啊，官方大人也不给火力了。现在我给你们拍一个拼的，我已经把自己埋在地下了，只要你们给一个双击加关注，祝你们2017发大财啊，谢谢你们，双击加关注。老铁们，你们说我的段子都不够拼，现在拼了嘛啊，顺便每个人都埋进去了，伸个头出来。老铁们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不一样的牌面，双击关注出教程，双击关注出教程。我都尿了，双击没有了，关注也没有了，老铁还跟别人跑了，我要来个拼的。老铁们，这就拼不拼啊？你们说了算，记得双击关注。别跑，怎么拍的？你摸一下。我操，一直摆张嘴要变黑，要不要变白呀？要啊。好吧，长春呀。老铁们，你们总是说我拍的段子不够拼，这下给你们拼最后一次。哎，你怎么拍的？回来，给你加工资。哎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回来，给你加工资。啊，你们说我拍段子不够拼，现在我拼了吧？用你们的双手发财的小手双击一下评论上。哎，露馅怎么拍的？哎，怎么拍的？老铁们。今天就不给你们拍什么搞笑段子了，你们说我们以前的视频不够拼，今天我们来一个拼的，双击加关注，评论666，我要上热门。哎，三一三，你去哪儿？你怎么拍的？天气这么热，你又不给我加工资？你回来，我给你加。